听说弟弟要当外卖员了。听说弟弟要在实践中扎根基层一线，丰富创作体验，寻找从艺初心。大白话就是，弟弟要去体验生活了。而弟弟要去体验的职业是外卖员，其他明星有去社区服务的，也有去餐厅帮忙的，而我们弟弟是去海沧区送外卖了。这个工作真的很适合弟弟呀，这是你以为的帅气酷盖外卖员，为了按时送到，骑着摩托车在大马路上压弯。实际上弟弟很可能是这个样子的，大摩托不用想了，只能是小电驴。明明是同一个人，貌似差距有点大呀。你以为你会见到这样的外卖员吗？那你就想多了，你见到的只会是这个样子的外卖员，连根头发你都看不到。 Nice.